逼很牛。对，你要不然坐我车跑两圈也行。可以可以，待会儿坐。我说你坐我车跑两圈也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跑多快？我觉得也应该是在两分上下。我觉得，对，两分上下。我希望在205以下吧。肯定在205以下吧。就是你没有滑的那前两圈，就你没有滑的那个倒数第一圈，我觉得可以。嗯。想到这车还挺稳的，这么大还这么稳。但这 steering 有点
steering 有点太轻了。哦，太 GT 了。对，太 GT。207 What？ 感觉很快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感觉很快，感觉 floating around。哎，它是出的是上一个吗？还是这个呀 ？Is it this one？ The one I just ran？ No, you count. You did it yourself. Last time I didn't count. 好快啊！ How fast was it？ 207 That was the no way. No， 我们都觉得205以下。他，我们都觉得205以下。Could be 205 I didn't do the last lap.Aaron, 我拿起手机。203我他我操卖车。你知道吗？而且是红电池。又 overheat 了。你刚才开到32。你知道他 Riverside 那个 corner balance 吧？他可以一直就让我的车稳定的一个漂移的方法慢慢往前。你看他这个，我们追这个车，这车。